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蓝晨娱乐。对于综艺《我家那闺女》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？这档节目自从播出以来，就一直拥有非常高的人气。在有一期节目中，吴昕的爸妈来到了吴昕的家中串门，因为平时吴昕都是一个人住的，所以这一次吴昕的爸妈来到了吴昕家，还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开心。但是吴昕似乎并不是那么高兴，因为爸妈实在是太能唠叨。妈妈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嫌弃吴昕的家实在是太乱了，而且生活中的吴昕确实是非常的懒散，家里乱糟糟的，什么东西都找不到，桌子上也全是东西，一个人的生活过成这样实在是让父母担心。但是当时吴昕的妈妈穿着一件非常好看的红色羽绒服，这件羽绒服一看就是国际大牌，而且价值至少上万元。虽然妈妈已经60多岁了，但是穿的毛衣却也是跟吴昕同款。吴昕作为一名主持人，这些年收入应该也是不低的，而且生活中的吴昕也确实是让人感到不容易。不过吴昕也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让爸妈过上了好日子。我们看到吴昕的爸妈虽然已经是60多岁了，但是依然生活得非常快乐富足，岁月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，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烦恼。当然，这些也都是吴昕自己挣来的。